七月我们会就是折很多金纸，折成莲花的样子。八号他那个司令的时候，那一堆纸钱就轰起来。他们的这个后代子女为了这个争夺遗留下来的这些遗产，钱拿到手，自己就要撤了，就让这个富豪的棺材留在自家。这个是兽医吗？